一来人生路，西瓜到顶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到顶的时间准时甲张磊到顶来看戏。接下来时间，歌戏三只驸马精彩继续。昨个故事，咱看到啊，到处皇城的皇帝和官兵对杀，那在清河湾下拄到吊戏龙何世杰。何世杰出手救了皇帝，佮将家己身躯顶的钱替予皇帝作为去当官的这路费。这个时阵，皇宫内已经换了一番的天地，朱棣登基做皇帝，朱瑞亚成为了太子殿下。伊对彩云那个是唔死心，就叫尚英华将彩云公主献出来，而且叫尚英华写了一封批，派护心机送去给彩云公主。要护心机送彩云公主入宫给朱瑞，护心机为了得到彩云公主的芳心，就讲要放彩云公主离开，而且佮对彩云公主表明了家己的心意。彩云公主就送给护心机一张金册作为信物。这个护心机也是厉害哦，这边则佮公主表明心意，额头就去向家己的表小妹燕秋讲了真多甜言蜜语，佮叫燕秋替彩云公主嫁予朱瑞。安尼燕秋是毋是答应？精彩好戏，咱继续看落去。要伫宫中诶，做真人，表兄。
是看错你咯。看错我怎样啊？原来你呀，可是独家读开兄弟将公主归宿家来，一件故事，你娶了公主，登上驸马，你就反面不认我。那，别，可是我对你一片的真心嘛，真心恨你那。我就救救你呀！我若对你有些心，就听你别个我对听啊！好了，表兄，你就起来吧。啊、表爷，那你就答应了你啊！大念，你我一段情，不答应。冇掉答应，如此多谢表妹答应，那明早我就送你入宫去啦。且慢，哎，表妹啊，你又搁反悔的？别我答应，你就写一条字句给我收。写一条字句给你收。嗯，好，我写我收。拿去看看。我带公主回驸马，由于表妹激动心，地阴阴阴显阴华，从天大地可证明，费心机力记。表妹啊，安尼用你袂？安尼，我就唔惊你变心咯。那好，那好，表妹，今仔日当上新皇帝媳妇，让你表爷敬你三杯。表兄，请。表妹，请。公主已脱离险境，离开混出声去。是吗？嗯，将军，那就够是了。公主，且慢。将军，怎样了？公主，万一那出事。将军放心，万一那是出事，我会跟你担当啊。公主，你别千万不听。将军，后会有期了。后会有期。暗中监视，有啥事得来禀报。是。都
己也会行。文明城市，共享城市文明。
敢要甲你佚佗佚佗诶？你拢是何样？大家听讲啊！呀哈！不是呀哈！阮是少年呢，少年呢。好在今仔日啊，得回你这个米线。当作龙雕仙。你谁家的呢？叫啥？管你啥叫啥，咱来叫来，佚佗啊佚佗的这个囡仔来来来，来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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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洪公公，光天化日，竟敢调戏民女！好了八条长，伊是你的人？官家遐无破，迄个敢是恁某？啊，伊是我，虎龙！哎呀，虎龙，你快快来救救伟青哦！伊咧叫虎龙呢？真正是伊，我知，真，管放心，恁某。你莫买一两来佚佗佚佗的，走，我来跟伊吹。好。嘿。哎呦，兄弟啊，把我救者。钓鱼啊！你，把我等着，等着，赶紧走。小弟弟，强盗已经走了，无代志了，你应该出来了。遐强盗已经走去了吗？是啊，因已经被我拍走了。多亏大哥及时赶到，多谢大哥救命之恩啊！虎落救业，总是应该谢什么呀？对啦，这位大哥啊，方才啊，我认你。哎呀，哦，不要紧。这亲像你最假戏同款，你唔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那无安尼，我是要怎样将因拍走呢？是啊，大哥啊，那你救我性命，我应该都报答你啊。哦，你要怎样报答我？有啦，我进来吼有十两围巾，来，我就收你这一两的围巾。就这一两的黄金？哈？啊，你嫌少吗？哦，嫌少，来，我这来哦，拢总有十两围巾，来，拢好哩。哈、欸，你是咧笑什么哦？我笑小姐姐也太看轻你家己了。我看轻家己，这是怎样讲啊？难道小姐姐的性命只有值这十两的黄金吗？小姐姐呀，是吗？
就是我的性命啊！哦，对啦，好大哥啊，这救命之恩，乃伊太保故事啦。小姐姐，看你行色匆匆，未知你欲往何处呀？只因家族不幸，欲往东关去道亲啦。哦，此去东关。要千里路途，再讲这是天色一样，你是要到时候何去呀？小弟弟那无去呀，今晚就在我这草厝过夜吧。哈？什么哦？这乃是恁家啊？是呀。那你的厝内人呢？我，小弟弟。无去言，你就将就是暗吧。这，哎呀，这袂用的，袂用的啊！怎样袂用的啦？你，哦，我知影咯，你是惊你我两人孤男独女，羞羞不亲嘛？这不要紧，下昏呀，这厝内面让你去住，你会用个闺门寄宿。会用个闺门寄宿。来来来，这寄宿是交予你管。那你呢？我。就躲在花边小镇上，阿尼嘛看过你会丢啊！只是不敢打扰你啊！哎，出外人客气什么？来来来，锁匙你摕着，我先来去厝内面煮一碗暗糜，互你充饥。这，你呀、啊！
姐姐，阿妹来了。你好，合作愉快啊！改天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来这边，好好看啊！小贝，你慢点。哦，真漂亮。周围没人，周边。先生你好。万岁六六八
用为将军命了，小鸟，只用为将军可恨，主笔还不完，万岁娘娘失刀不见，破案杀主笔，中计一位，用力金条个号，急两三军，骑兵进击啊，都敢何故？报告大总。阮定愿谨遵号令，誓死抵干报告。好。表扬外面一位老者，昏迷不醒，快快从伊扶上来。是。胡小腾将伊唤起来。是。万岁！起来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万岁，这乃是东关啊！你是？接呼红帝，接呼红帝啊！国母苏浩，喵喵啊！Thank you.
弟，你又算什么？更加关起过来。我是当今皇室，也是剑雕公主。你是公主？你是公主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面皮真厚，也敢讲你是公主？我真的是彩凤公主吗？哼，你以我听到。你当初挑选驸马之时，故意不选我，让阮自家为皇扫地。如今我爹已经当上了皇帝，我就是故意要娶你，我就是故意要侮辱你呀！你敢将我面子碎，不受束缚，我找你见礼。待我将你升到位，我也要打你。把我怎样啊？把你斩作几地，拖去吞亏。斩斩斩！我是无名。什么？你不是公主？好啊！别无风雪，破天罪，我得奉你杀掉你！哎呀，天哪，公子你也是，这……哎，殿下，殿下，方才我说的话，我真正是彩凤公主。你是真正的公主？是是。那好，那安尼我正好来偷偷解口开啊。阮分辨哪啊？是贱货，你欠我的债，要讨回。在时光的深处，你在家里找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见证。有一种信仰，值得去不断追寻。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这次我们要挑战用说唱的方式创作一个新作品。有一种信仰，鼓舞着你不断前行。我全我，强国有我，青春是我，奋斗是我，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人民期待，民族中国向下生根，向上开花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强国复兴有我。
你到底怎样？表兄，是殿下伊狠心毒打我。是殿下毒打伊你呀？是哦，伊酒后吐真言，讲伊错公主，乃是为了报心头之恨，当伊算够了。也要将我开死！伊也要将你开死！是啊，惊得我煞讲错，我是假冒伊。坏了坏了，燕燕先生，你是假冒代志，坏了坏了。燕燕先生。头家的半家，看来爱着金蜜头金凤玉我出天差。表兄，你快快叫我出去呀、啊！好，我叫你出去，那就去啊！真是我的好表兄。你啊！Come on, fight! 惠将军，你我今南孙策，快一位将我伏在面前，已经失望了。哦，原来是将我死了，定是来将将我惊慌吃醋。不白以往，你来得真好，令你将伊拖到皇宫压我。是。万岁！这宫中之事，千万不可我传。是。两袖回军旗，我当旗啊！不降红啊！Thank you.
胡心机实在是真有心机，唔那利用家己的结拜兄弟上荣华，即卖呀连家己的表小妹暗绑架，到底故事的最后会怎样的来发展呢？想要知影，刷落来剧情的发展，观众朋友会记明仔日中午的十二点。